好的，节目进行到这，让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听听好听的歌曲，练习几句英文，看看有没有给自己的心情留言。Let's take a break。青年日报穿军服赞活动，本周的人气王分别是陆军炮兵训练指挥部、卫胜和中士。陆军金门守备大队许敬亭上士，陆军43炮兵指挥部刘秋甫上尉。电视机前的官兵弟兄姐妹们，赶快投稿到青年日报，也记得上网按赞及分享哦。